啊，今次就嚟到位于中环嘅美丽酒店 package 咧，就会包咗入住期间嘅免费泊车，所以就直接揸埋架车过嚟。美丽酒店嘅前身美丽大厦于1969年落成，曾经系中区政府合署，直到2013年九仓以44亿元投得，将佢活化成为今日嘅美丽酒店，并由集团旗下嘅马可波罗酒店集团管理。酒店嘅设计风格非常鲜明，以铜金色、白色为主调。呢一种设计主调同样被运用于室外嘅设计上。进一步嘅粉色配以酒店本身嘅建筑特色，进而彰显佢嘅独特之处。酒店里面咧亦都有唔少现代型格嘅艺术摆设，为整体嘅设计达至画龙点睛嘅效果。由于前身是办公大楼，所以电梯大堂咧都感觉都有啲似系 office 嘅电梯大堂咁样。不过经过修饰之后，同样营造到酒店应有嘅舒适柔和感觉。当中黑白对比嘅色调亦都不失型格。今次入住嘅楼层都算高，位处于17楼。入住嘅房型是 N3 Grand， 房间嘅面积达到500几尺，所以都相当之阔落。房间咧采用咗简约时尚嘅设计风格，选用嘅色调都偏向浅色，再加入适量嘅深色元素，同埋适量咁运用垂直嘅线条，将楼底偏矮嘅缺点所带嚟嘅压迫感减至最低。四方形嘅大窗犹如一个画框，将窗外嘅景色变成一幅画，由绿化嘅区域延伸至核心金融区嘅每一座办公大楼，亦都可以远眺得到 ICC。大床嘅前方有一张深啡色嘅梳化，以及系一个黑色嘅圆形茶几，再加上一张灰色嘅 armchair， 隐约咁划分出一个小客厅嘅区域。呢一部电视算系我住过咁多间酒店当中最大嘅一部，目测都有差唔多60几寸。书台嘅位置自成一角，背靠方形嘅大窗，墙身咧个人就认为有啲单调，如果加翻一幅挂画可能就会更好啦。书台的另一边就会是 mini bar 的位置，柜里面呢亦都有两套茶具、茶包、一套玻璃水杯和两套酒杯，各式各样的酒板、一支红酒，当然亦都有收费的零食。最底层呢就会是热水壶和冰桶，冰桶的黑色金色设计和酒店的设计主题一脉相承。隔离呢就会是一个雪柜，房间的另一边就会是通往浴室的位置。那就由浴室的这对趟门开始讲起了，可以瞬间变成透光又或者是磨砂的玻璃门。到底内里有什么乾坤的呢？如果知道的朋友不妨在下面留一个 comment 告诉大家知。打开这道神奇的趟门之后，就会是一个雪白的大理石浴室，同样以黑白金作为色调，从高贵豪华中渗透出型格的味道。浴缸旁边以及是企缸的位置都会各有一个花洒头，再加上顶头的 overhead shower， 这个位置就总共有3个花洒那么多。我试过同一时间开晒3个花洒，它的水力仍然是非常充足的。淋浴间的位置也都非常阔落，洗头水冲凉液就用上这个品牌，味道都几清香的，当中的洋甘菊味道也都比较浓烈。打开洗手盆后方的这道门就会是厕所的位置，厕所板虽然不是 Ritz-Carlton 自动感应弹起那只，但同样都会有电动按钮的设计，按一下就会弹起个厕板。今次同样是庆祝生日，所以酒店也都送了一支 Prosecco 生日卡同埋朱古力，生日卡仲系好有心思，用木颜色画上去嗰种，非常有诚意。奉送嘅朱古力亦都有4款口味。入住 N3 Grand 房型或以上咧，亦都包含一个 Marriott Experience， 形式上咧就有少少似系行政走廊咁样。下午茶时段同 Happy Hour 时段都可以嚟到 Marriott Link 享用额外嘅礼遇。不过下午茶时段咧就只会系奉送茶或者咖啡等等。至于 Happy Hour 时段咧，就会有几款冷盘、热盘小食，同埋几款红白酒任饮。食物质素尚可啦，当中冷盘就比较好食。夜晚酒店嘅周围嘅一啲室外艺术品咧，都会着咗灯，
當然這個時間你又可以去到著名的打卡位 The Archers， 晚上亦都會有另一番感覺。由於 package 是包了$1,200的 dining credit， 所以 happy hour 完之後頭一陣就來到酒店的頂樓 Poppin J's 吃宵夜了。餐廳繼續以白色為主調，當中又透過一些餐椅、餐巾和掛畫去滲入了淺藍色的元素，天花板數十盞的獨立小吊燈就令到環境氣氛更加優雅獨特。餐廳亦都連接一個非常大的露台，外望中環核心區的繁華夜景，而另一邊就會是望住整個中半山萬家燈火的夜景。主菜嚟之前就有一道小菜是用雞肉同埋薯仔猜成嘅餐，咁亦都有幾款麵包。由於 Mary Ling 嘅時候已經食得好飽，咁所以咧就係嗌咗兩道菜啫，包括一道龍蝦啦，賣相唔錯，但係食落就一般啦。至於另一個安格斯牛肉，肉質上乘啊，算係幾好食嘅。不過如果唔係用 dining credit 咧，就未必會特登過嚟食啦。翻到房間，開床服務已經完成啦。你亦都可以 request 一個專係用嚟整泡泡肉嘅葱包，以及係一支甜水噴霧啊，陣陣嘅清香就能夠令你迅速入睡。嚟到第二朝早食早餐嘅地方咧，係 The Taipan 啊，佢同 Garden Lounge 咧位處於同一層相連嘅，食嘅早餐都係一樣，形式都係會以半自助餐進行。餐廳嘅樓底咧就非常之高。設計風格貫徹現代型的低調華麗中又帶點復古的味道。如果你是有帶同寵物嚟，就會被安排坐到室外。呢度嘅職員咧對寵物嘅照料亦都好周全嘅。兩間餐廳中間會係一個 buffet table， 首先就會有各式各樣嘅乳酪啦，各式各樣嘅水果，當中亦都有比較特別嘅葡萄柚啦、無花果啦同埋杏脯，比較少見嘅款式。這邊呢就會有三款拌好了的沙律，回到過來這邊就會有蜜瓜、西瓜和哈密瓜等等。 Pastry 的 Session 呢種類都層出不窮，當中的擺盤也都非常精美，食物的質素也都拍得住老牌酒店的出品。這邊的麵包呢也都很精美地放在特製的木盒裡面，旁邊呢就會擺了幾款鮮榨果汁，而這邊呢就會擺放了十幾款 Gin 的花茶，你是可以透過 menu 去跟職員落單，然後職員就會為你即時沖泡。當然你也可以 order 咖啡， Live 也非常精美的。這邊呢就會有四款 Cereals 以及是豆漿、鮮奶等等，至於芝士種類也有九款那麼多，還有配搭芝士的其他配料。旁邊呢也有各式各樣的凍肉冷盤。至於中式的熱盤方面呢，有豉油炒麵、蝦餃、燒賣、牛肉球，以及是幾款蒸包等等。除了剛才的 buffet， 你也可以在 menu 上面 order 一些即叫即整的中西式早餐，當中最值得推介的就是這個法式西多士，非常香脆的外層，內層也都非常鬆軟，而且有陣陣的蛋香味，伴隨的核桃、香蕉和蜜糖，再加上 cottage cream， 都是非常不錯的配搭。 Egg Benedict 也都是另一款出色之作，流心的蛋漿再加上脆而軟熟的 muffin， 可以選擇菠菜又或者是火腿的款式，我也都建議大家可以加上煙三文魚一起去吃，那就錦上添花了。服務上亦都係冇得談嘅，由細心介紹 menu 啦，定時定候加茶或者咖啡，甚至係主動徵詢意見同埋問下你需唔需要再加單，每一個細節上都睇得出職員係竭盡所能做到最好。食咗咁多嘢，就梗係要做個 gym 消耗一下卡路里啦。健身室咧就唔算好大，不過基本嘅跑步機啦，同埋重量訓練嘅啞鈴都會提供到。健身室的設計都挺舒服的，光線充足，而且外望綠油油的香港公園景色。健身室內都會有一些毛巾、礦泉水等等，還有一個個獨立包裝好的耳機給你去跑步的時候用。 Package 包了$1,200的 dining credit， 除了吃宵夜，我們還用了它來吃一個下午茶。那我也都會在另一條片詳細介紹這個下午茶，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了。整體來說，我覺得美麗酒店在早餐方面是做得比較出色的，服務質素也都非常好，房間以至整體的酒店設計風格也都頗為獨特。
最后如果中意我条片嘅朋友，希望你俾翻个 like 我啦，同埋订阅翻我嘅频道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